因为这个猕猴的危害哈啊，从这几年都一直在发生啊，不管是冬天的得到柑橘啊，或者是一些啊柚子啊，或者是啊笋子啊，都这个都很多发生哈。现在我们有在做这个电雷网的一个啊宣导哈，也来让大家能够啊知道哈，如果猕猴的水果、猕猴的这个产区的话啊，能够来参加我们政府的这个电雷网的一个申请啊，你参加的话，的雷网面积就越多哈，我们就补助越多哈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啊农民如果有这个区域方面的需要，能够尽快来向我们来一个申请。